这是一名粉丝向我投稿的科技视频，兄弟们，你们来替我看一下，这名鬼谷子到底有没有开科技？粉丝说呀，这个鬼谷子杀害不正常，根据他的观察，已经是100%开了。不过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个鬼谷子没有什么杀害超标的地方呀，前面没有任何科技的影子呀。你们看，话还没说完，医学已经送了。我看着这个鬼谷子的伤害挺正常的呀，根本丝毫看不出开了科技的样子。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，鬼谷子开始越塔了，难道又死了？兄弟们，我此时就在想，难道我的粉丝给我发错视频了？直到看见后面的视频，我才大吃了一惊啊，兄弟们。下面让我震惊的画面就来了，鬼谷子开着一技能，开着大招，直接就冲进了防御塔内，后面他已经残血了。正当我以为他要嗝屁的时候，他一个一技能收拢，爆发出了2821的伤害。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看见这个伤害我都懵逼了，我以为比赛也就这样了，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更是大吃一惊啊。他直接一个人来到了中路，圈了一下中单甄姬，甄姬就立马嗝屁了。再看他这个护盾跟城墙一样厚，这个鬼谷子成神了。